把那边关，非常猥亵。然后接下来是那个长长的，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十八禁，十八禁的姿势。C42反哺 Business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，暌违已久的默契挑战又来啦。没有错，小说我们应该也认识一年半，有点插图，插图吗？图图。反正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又更久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挑战看看我们之间的默契有没有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加。感觉是超跑烂。好啦，我们这次呢挑了 7，待会我们就会用比手画脚的方式来把这个东西形容给对方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心灵相通的感觉。而且怎么比，那个逻辑不限哦，有的人可能是比文字上，有人在演出我怎么使用，怎么食，或怎么喝这个产品。然后米人出了三题。我们都有计时哦，对，比一次八秒钟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来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大概知道了，肚皮舞嘛，对对对，肚皮舞，对对对对对，再来下一个。我觉得有有趣的事情要发生了，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，我好像懂了什么，来继续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便秘。鱼，穿蓬蓬裙，很瘦。大便。第三个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袋子弄一弄，捏一捏，抓一抓。玩一下，玩一下蛋蛋，两颗彩蛋。结束。一定需要心灵相通才会知道答案。好来哦。然后我先，预备，开始。再第二个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帮你买的第一个呢，看起来就是挂包，没有错了吧？没有错，然后在那边，这样子。对，没有错。如果你觉得错的话，别活了。对，别认识我。挂包太好吃了，而且一定要配的是花生粉，帮你微波好了。真的安心，晕了吧？晕了。再来，便秘嘛。然后这个很开心啊，苗条，所以代表是可以让你便秘的。来，我们最近就是每椒嘛，黑松茶、花嘛、分解茶嘛。对，这三个你选谁呢？分解茶是吗？不是，我那个不是要苗条的意思，我是在跟你比说那个瓶身是比较瘦的，瓶身很瘦，比较瘦的，所以是黑松茶花。对，是黑松茶花，因为黑松茶花它中间有一个比较凹进去一点点的，然后分解茶跟美招都是那种四四方方的。可是你在这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是在分东西，那应该是分解茶。没有，后来比个质量，质量一样，应该有比较分解。然后你前阵才买那么大一瓶的黑松茶花，应该不会想喝黑松茶花了，所以我才选择分解茶。但这个也是好喝的。来，最后一个呢，那边完蛋蛋嘛，非常猥亵。所以两颗茶叶蛋。对，没有错。真的啊？你看我多了解你。没有，是你出了那种烂题目。再看看你到底给我买了些什么。对，就是要有逻辑的。我那么简单的话，干脆不用玩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默契挑战。默契挑战呢、啊？还要伴随一些我个人的信息。我喜欢吃那种挂包，我怎么了？哦，你也要伴随我的信息啊？你有吗？你没有伴随着我喜好哦。有，我伴随着你的猜想， okay. 我伴随着你的思考。来，我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的第一个是一根香蕉，为什么是一根香蕉？先容我解释一下。首先，你先做什么？你先做了一个这个，
然后指着这个，我先这样，两个字啊，两个字啊。然后呢，唱歌嘛，假香蕉长长的就可以拿来唱歌，比在手上。然后呢，你还比了什么？这样跟这样。对对对，这个香蕉有大的、小的，要卷中间的。所以呢，我刚去找那一栏里面，比较看起来是中间的，哎，不是最小，也不是最大，是中间的。来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觉得香蕉跟我有什么关联？我平常爱吃吗？你很喜欢长长的东西啊。我喜欢长长的东西吗？你喜欢长长的东西啊，跟你有关系，长长的，黄黄的。来，解答是叶，然后麦克风的麦，叶麦，叶麦是什么？叶麦，我在 Seven 最喜欢第一名的是什么？来，他们都知道，燕麦奶拿铁。中杯，请问什么中根的香蕉三回来？我刚反而也有想到说燕麦，燕麦就是，哎，你对我的了解，每天一杯，两个字。下一个，第一个动作好像是这样，死掉，死死死，然后接下来是那个长长的，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十八禁，十八禁的姿势。我刚才在想。我那时候下的一个笔记是死鸡鸡，我在想说死鸡鸡，死鸡鸡是什么？我就想你喜欢什么？长的，长的，我就搜寻长的东西，哦，被我找到长的热狗，它跟死有什么关系？我拿的是起司热狗，起司热狗，中了吧？不是，屁呀！第三题也是我所思最久的东西，其实你那个动作有点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杂乱。然后我只记得印象中有一个跳进去的动作，跳，往后跳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像马的东西，应该是某一种就是四只脚的动物，哈那种。最后你做了一个这个花，这个花的动作，所以应该是跟跳，然后动物还有一朵花有关。我还有这样子。那个我们先省略，我们直接忽略那个动作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刚刚本来就是想要半放弃的状态，但我们最后找到一个产品非常符合我刚刚的形容词，就是这个我从来没看过的东西，我也没看过它，它叫做 Oh My Pop 爆米花 BBQ 口味。你看哦，来爆爆是什么？跳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虎马，对，四只脚的动物，四只脚的动物。然后呢，花嘛，最后一朵 ending pose 花。Oh my pop! Oh my pop! 答案是，我现在这样跳一下，我在演瞎子。然后我怕你不了解，所以我开始这样瞎子，再来喂喂虾喂，哎，仙女虾喂仙。我觉得你 Oh my pop 是三角，我觉得 Oh my pop。身上的生物，谁知道的？我可能会知道是哦，先。总之呢，三个全错。那今天对了什么？你那三个我都算对吧？对一半，我在想另外一个。那至少对2.5个，你也才3个，所以我们的默契的非常之低呀、啊。我觉得你对我有蛮大的误会。我跟 Oh My Pop 有什么连结？我为什么会叫你买这个？我觉得就是。总结下来，应该是比的人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也是，我觉得我比的很好啊。但我觉得你没有了解我。你看那个拿铁啦，下半身也是我藏在影片，是我喜欢的。然后再我还有一个挂包，也是我们开箱一次把它放 MVP 的。长的啊，黄的、啊、也是你平常说，哎哎哎哎哎，
糖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单纯就吃一下那种我们觉得比较有兴趣那些热狗香蕉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现在吃一下这 Oh My Pop 是三回，它长这样。还有让你 Oh My Pop 啊，那是咸的，哎、哦，甜的还是甜的？其实有那个 barbecue 的味道，咸的，嗯，咸甜都有。我要喝这个分解茶，我最常喝的。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新香料的味道，甜味蛮重的，感觉加了很多那种化学调味粉的感觉，嗯、有那种化学感。好吃的化学食品，好吃的都是零食，然后还有挂包那种。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，去看我们一月份 Seven 新品开箱挂包，但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买到。但那个挂包真的是超好吃的，很像就是我们这次的影片。我非常了解小珍，小珍不了解我。没有，我了解你啊。我觉得很失望啊，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看我们下一集做什么样的默契挑战，用什么形式来让对方知道。好，你们认识喽，拜拜。